阿子，淡水资源咁短缺，我哋会唔会有一日冇水用噶？你都识惊冇水用嘅咩？仲等你平时唔闩水喉咁嘥水？我知错啦。咁我一于喺嚟紧7月15日星期日，带你去澳门自来水系青州水厂举行嘅开放日活动啦。到时唔单止可以参观水厂，认识食水嘅生产同埋输送过程，现场仲有各类型嘅工作坊同埋摊位游戏添噶。我仲知道嗰日会安排特别服务柜台，方便市民顺便办理部分申请服务添噶。节目咁精彩，妈子，你一定要带我去澳门自来水开放日啊！到时我哋一齐化身悭水超人，保卫水资源，拯救地球啊！活动详情可以浏览澳门自来水网站、官方微信同埋 Facebook 专页，我哋等紧你噶。